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库玛，今天就来开箱啦。那先看一下是这个雕刻刀，那这个是我在那个黄色招牌，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，就是一种算五金行吧。出来了，那其实这个蛮酷的，它有不同大小的刀子，然后它的握感是这样，它好像可以换，不行，它不能换，抽不出来，所以说只有摘把是有这个握柄的。好吧，基本上我是抽不出来。我买机器看，等下茄子吧。还有很多把刀子，13把，有点松，把它转紧一点，再试试看。基本上，这个好像转的没办法很紧，因为它好像是塑胶去装的。其实感觉像刚刚那个影片这样的啊，那整体来讲的话，我觉得就是它的盒子的设计蛮不错的，因为你可以这样把它收起来。对，把它扣起来，像一个盒子这样，然后可以带很多的刀组出门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啦。我是库玛，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留个言、按个赞、分享或订阅哦。拜拜。